这只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出生在莫斯科动物园，是旅俄大熊猫如意和丁丁的第一个孩子。二号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，当天是小家伙出生满100天的日子，按照传统需要给他取一个正式的名字。经过讨论，俄中双方专家确定了几个备选方案，包括喀秋莎、小莫、玛莎等。在此次网络投票活动中，共有10个名字可供选择。按照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莫斯科动物园签署的协议，大熊猫如意和丁丁于2019年4月抵达莫斯科，开启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。今年8月24号，丁丁诞下一只雌性幼崽，目前这只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，并开始萌生乳牙，令人十分欣喜。